大家好，我是自得琴社的鼓手和团长陈曦。我们的视频当中呢，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打酱油的角色存在，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在视频里面，比如说睡觉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们希望让视频它变得更好玩，就是除了有音乐的这个成分以外，我们还把表演啊，包括是妆造啊等等的这些服装复原的这些因素也加进去，然后让观众在看到视频的时候，除了在欣赏音乐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视频带给大家的这种乐趣。我们根据古曲然后重新进行一个重新的编曲，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对这些前人嘛，或者是前辈们他们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瑰宝，我们用我们的理解，用我们的方式把它重新的演绎，然后让它再活到现在的时下年轻人的视线中来。